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礼运大动篇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官、官、高、独、会、职、者，皆不可免。那么相对呢，这嘛是得给咱开始，给咱开始。官，老婆先等伊，或者老王啊先等伊。咱孤单，常常家己位个所在孤单。咱独一个人在打拼，咱若是沾晦，身体打歹去，等等的人拢皆不可免，各有因缘啊。所以咱对易经来推啊，来推论，这几年来我的印证诶，命中哪有，自然有。命中那无卖强求啊，这就是咱人的因因果果的问题，咱也免去怨叹。若是咱身体无好食，要用什么心境来处理咱自己的心境呢？甲未来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伊咧个注释。出世来世间修行，啊，以后呢，伊家有一回甲一位地主开始，啊，因为这地主呢，嘛年纪真济啊，啊，伊就破病，啊，破病呢，请示佛祖呢，开始讲啊，伊人只身体破病，无多出力做功德。我都去度众生，我都出去为他人来服务，那要安怎才好呢？佛祖就开始甲开始，人来世间呢，咱唔是为着第一，唔是为着名而来，唔是为着利而来，咱来世间是要服务大众。人生的时，咱就来服务大众；人来真的时。咱爱反省忏悔啊，所以咱一个人若破病一时，这是佛的慈悲，嘛是咱的自性的慈悲。咱身躯拢无永远是属于咱的嘛，咱是照用的。那么照用咱的身躯，咱这世人所做的好歹事有够多，那咱一年够啊。所以咱身躯自己会破病，身体开始破病咯。啊，生各种的病，就是要叫咱爱静落来。咱若破病时，咱就袂外口四处走，吼，咱就爱静落来啊。静落来咧，爱做反省，对咱捌代志以来，咱每一件代志咧，提出来想。提出真客观，想讲我过去做这件代志，什么代志对唔对？但是咱想袂起来，啊，咱一旦要做反省忏悔的时啊，啊，咱的护法神、守护灵，咱的祖先，因就会将咱过去的所做的代志，劈在咱的咱的脑海内、心内，咱就想到哦，迄件代志，咱就爱做反省。啊，做重新来思考，啊，当时啊，我几岁做什么事业，啊，公家头路，啊，甲某人公家头路是安那未顺事，是安那会了钱，了钱了以后是安怎会打歹感情，然后现在无烧灯头啊，拄着烧照门都无啊，啊，这呢，咱就爱重新来思考。
重新来反省，去想过去者，啥人对，啥人对，一定是自己唔对。那么咱来看看想，看看想，做讲我若是我是别人的事，客观的第三者的事啊，我来想较早的代志。啊，看看想，看看想，看哪想呢？啊，而且做真正正确的判断，家己嘛是判官就对。啊，做一个反省。做一个检讨，假使讲你唔对者，咱速速咧，家己合掌，咱目睭起咧，向当时这位朋友，哦啊，无人什么代志，你爱对头到尾，啊，用头壳心内脑自己想，用嘴去个啊，无朋友，什么时阵吼，咱当时都那好朋友安怎，你头壳想到尾，你家己点点啊想。这是咱人上大的享受啊！哦，艰辛苦者，家己内底家己知，不可思议。咱好话，咱来想。那唔对者，咱爱讲回信咧；那是机会者，咱卡定来讲回信咧。那发多者，通知咱的囡仔，甲请伊来，咱甲回信咧。啊，各种方法，咱一定爱讲回事咧。你业障才会消毒啊！哦，所以安尼是咱消业上好的方法。咱一件一件反省甲刷，我相信咱的病就是好起啊。是安尼，咱的破病的原因，就是要叫咱反省，叫咱忏悔的事。那无当然，咱有一天向红死去。咱七十九天内底要反省忏悔是无可能个代志。咱死去以后，咱个灵魂蒙蒙渺渺，根本都唔知好反省忏悔。只要咱个子孙啊呢，吼替咱做七，叫咱反省，七暝七日个反省，分做七十九天个反省忏悔。所以这也是咱一个人破病的修行，所以上天的慈悲、如来的慈悲、咱自己本性、良心、佛性的慈悲啊，一定会开发出来，让咱自己去实践到反省忏悔，咱才袂做更加深的恶业。是方是不是人非圣贤，啥人无过错？啊，神仙拍鼓有时错，这就是在甲咱提醒，咱人爱警觉，咱人爱注意人生的路径。短短几十年，但是嘛，长路路的人生路程。那每个人拢会拄到诶，悬挂孤独、费积者，哦，该有所用，用是培养咱的善知识，培养咱的智慧。所以佛祖呢，伊会转世来世间，啊，伊有王位，国王是安怎毋做？伊认为国王啦，无多了脱咱人的生死，所以伊才出家去修行。出家修行七天的反省忏悔，才心所安乐一点以后呢，家己自我觉悟。所以伊以后呢，对所有弟子，甲咱开始人是人生无常，你好业无永远是好业，咱健康无永远就是健康。咱善嘛无永远都是善，咱身躯破病，身躯无法度，予咱真正自由，咱嘛无永远会破病甲无自由。但是咱一个人有思考灵魂，世界去的自由，上天无甲咱约束，神无甲咱压制，拢是咱非常自由啊。所以咱有一个灵魂，有一个灵性，
佛依我着这点诶，才叫做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平等。所以无论人嘛好，或者动物，伊拢有灵性咧。只是咱人迄个想诶咧，我靠，我都做一个系统上，咱是大人，互咱诶辛苦身体，咱即系统上，咱我都来料理自己诶身体。但是其他动物呢，因嘛有灵性呢，蟒虫因嘛有个性，嘛有灵性呢。所以各位是方神的心，个性先天的心理，就是第二个开始。人是平等，咱唔通笑人，哦，伊遐善，无笑人身体遐歹。啊！笑人讲啊，某他早死啊，伊一定有对歹积德，这得罪唔用笑人。有一天换轮咱教育，你要安怎？所以咱伫世间，大家拢互相受关怀，互相受体谅，互相受关照，互相受帮忙的世间啦。啊，咱唔通讲聊聊要笑别人，孤笑比无味。有一天换轮较严重啊！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咧嘛是真正慈悲啦，啊，那伊一个真好的朋友啦，啊，老母就先转去啊，哇，那信徒先生啊，伊就开讲生笑，讲吼，你就是安怎安怎安怎，啊，母才会生死。那这位朋友咧，伊讲无换你嘛，煞来换你啊，你就袂笑我。哦，咱这信徒咧，心切切，迄阵家己歹势啊，家人悔失咧。哦，但是咧，咱一个人，咱就口出恶言，一时先伤害他人，然后讲悔失咧，这是十分之一的半条，才来业障尔。结果无偌久啦，哈、哦，咱这信徒心。因某太太的身体啊，破病甲伊这个朋友的身，太太的病，太太的病完全受伤。经过无半年啊，咱这信徒伊太太死去啊，啊，伊就来找我家看日要火葬，要安伫倒位，哈、啊，安怎安怎呢？哈、啊，伊只个师傅，我足忏悔，足忏悔。哦，我朋友咧。太太已经先回去，但是我咧向风吹，出口出来咧，下家太朋友咧讲一个有诶无诶咧，啊，结果朋友咧心内真艰苦，艰苦咧向风出一句话，我切者伤着家己，煞咧无几工太太身体一病就开始来，身体对又郁，郁着直直郁着，药啊食无效。哦，无食无好咧，啊，医生就认真吹，吹到尾咧，万病发生，到尾家己去了断去，所以伊朋友的太太嘛是同款来了断。各位，咱唔通笑古无味，啊，一万莫笑彼无味，咱爱有一个关怀之心。咱绝对袂使看到人，吼，别人失去一边去的时，咱用一挂风凉话，甲人是是非非，这是非常无自卑啊！所以咱这位信徒先生啊，啊，伊就家己啊问我师父，那就要安怎？我一定爱忏悔。我相信你这世人对朋友拢同款的心态。看人失败，你就共怨，共踢笑；看人成功，你就怨妒。这是你这世人上大的毛病。伊讲遐严重哦，本来就严重。人皆有佛性，众生平等。每个人来到世间，拢是享受来尽伊的调和的力量，甲本源。那么咱为何看到人？太太先死去的时候，咱就讲讲有诶无诶呢？非常无爱心，这点不是咱这信徒俩，咱社会上有够侪拢是安尼。若是咱一个人啦，咱也会晓食，哦，咱一定爱会晓讲替人祈祷。
啊，咱念佛祈求五佛慈悲，哦，会当拔度我这位朋友的太太，会当仰仗佛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，啊，了脱生死，会当东正佛之大道。啊，一旦证到菩提故，我相信呢，这嘛是咱每个人一种上殊胜的修行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国家是一个大团体，咱国家共同组成一个叫做政府。那么咱若要做政府的领导者，也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同样的意义。但是呢，咱一个国家的政策，那么力行要实践，咱必须要有大智慧，咱要了解到整个国家、人类、人民所发生、会发生要如何来处理。面对着当今当下，咱国家有设一个养老院，咱民间宗教团体嘛真济拢设一个养老院，这也是伫例行着关挂孤独废疾者皆有所用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政策，甲社会福利，在美国先进的国家拢已经有这种的真好的政策。加德政，可惜咱台湾咱个国家这方面的德政呢，吼拢落实的真有限，社会福利啊嘛是落实的真有限。咱个委员呐，咱大家大众未来，啊，咱个国家的总统一旦关怀到，而且，哈，运用各种的资源。对关关孤独废疾者皆有所用，用者唔是干那个饲安的问题尔，而饲是一世人短短的时间而已。但是伊培养内心生命的光辉，培养内心的信心、佛性，这是比啥搁较重要。所以，咱各种各种的老人院，有诶设佛堂，有诶设教堂，这是非常重要呀。但是咧，咱设佛堂、教堂啊、道场，在咱这个单位内面，哈，咱当然啦，哈，爱有真有遮大智慧诶，培养一定真有智慧诶，来为咱遮老大人关挂孤独，费解者对因。开始，哈，补充到内在每个人的信心，知影因，知影命，知影故，知影自己成功立德如何，这拢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德政。啊，所以咱啊，除了机关团体内底一个养老院以外，咱社会教育搁较快。好，咱呐有当时咧，哈，真济真德政咧，哈，来搞集资一个所在，这是有限的数量咧。咱上重要咧，咱这个社会、整个国家、社会全民一个体、一个面的教育，如何一当，好咱伫厝啊，家家户户拢老大人，啊，官官孤独。会积食，那不是翁无得咧，啊是老母啊无得咧，啊那也是老那种孤单的人，啊孤独的人，子孙啊无被插啊，啊孤独的人，或者咱咧残废的人，或者破病的人，咱遮济社会的问题，若是咱啊会用照用着当今当下。好，咱这个媒体这样发展的时，咱若有政府会当成立一个部门，专门来教导、
教化啊，咱老大人管我孤独，会直接因的心灵世界一开发的时，我相信咱社会未充满着这样弯弯坦坦。我相信呢，咱各位咱伫世间死了以后，咱在灵魂世界，咱做着人的祖先、人的祖公啊，咱的心内未充满着恨甲怨，带登于灵魂世界，带登于咱公妈内面，继续过，哈、啊，行着咱世间。这样这样苦的人生，这样不满，这样怨叹的人生，所以这就是教育，这就是有一个德政，有一个大智慧，咱的未来的总统，咱的领导者，爱有这样大的宽阔的思考，这样宽阔的见识，这样宽阔，这样伟大的德政。这就是全民所需要的。各位，咱人老是无可怕，啊，翁死某死是无可怕，上可怕是咱的心内，咱未安，充满了恨怨是上可怕。啊，咱有的人呢，孤嘛无孤单嘛无可怕，啊，咱上可怕是孤僻，你孤僻咧。咱要如何撇除苦僻？只有宗教的力量，才有法度撇除这苦僻。若无宗教的力量呢？要予咱扫除咱每个人心灵的不安，甲苦僻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咱的国家，啊，宗教方面呢，咱爱好好啊，有专人培养，有专人，咱来。邀请到各宗教的诸神长老，吼，甲大德等等呢，共同来拟出一条社会共同关挂孤独、非直接的教育方式。人老是上宝贵，但是人老是上重要。咱一个人老来，身体单调去，若是咱心得了心安。咱会当去天国，咱会当去家己的极乐净土的世界。若是咱心不安者，咱一定在灵魂之中带着恨怨不满，然后精进投胎，造成社会这的万万叹叹、因因果果、恩恩万万的相报。所以这拢是关我孤独会积者，拢是平等的。但是平等之中，咱如何会当避免平等的病疫、苦疫以后，会当接受着平等的教育，接受平等的妙法真理，予咱会当洗掉内心不安，会当回归咱的本位净土啊！